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，于佛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，于生死中福德显出。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，我们着重了一念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。一般人念头杂，念头乱，所以感应的力量就很微弱。如果是一念，一念是专心专一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净念相继，一念是净念，没有疑惑，没有夹杂，所以一念恭敬是至心恭敬，真心的恭敬。在佛法中，佛法此地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。有很多人没有学佛，甚至信仰其他宗教，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以觉法当中，他明白了，他觉悟了，明白什么？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，明白这个道，这就是在佛法中，所以不一定他是个学佛的人，只要他觉悟，佛法是觉法，只要他觉悟，以一念真诚求救、忏悔、求救，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。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，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。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，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，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、示现外道身，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，宗教里面的传教士，应以这种身份出现，佛菩萨就示现劝导他断恶解善，回头是岸。我们在这个经上，诸位看到前面所讲的先令升天受十妙道，为什么不说先令往生不退作佛呢？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、求救的人未必信佛，如果他信佛的，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。他是信基督教的，信天主教怎么办呢？劝他升天哪、啊！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，这普度一切众生，六道造作罪业众生，实在讲，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，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多三途的多啊。那难道不学没有闻过佛法的，那就不救他了？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帮助他升天，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天堂，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。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心量要打开，不可以说是他不信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，那就错，完全错了。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，我们法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愿是圆满的，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以外我不给他，那就有道理，因为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，所以心量一定要打开。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，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决定是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。帮助他要注意，他不了解佛法，不认识佛法，甚至对佛法有误会，绝不劝他学佛，要懂这个道理。他信仰基督教，一定劝他
回到上帝身边。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。他们的上帝，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，大概是忉利天。他真的到了忉利天，忉利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，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，生到天上就成熟。这一生的缘不成熟，来生不成熟，后生了，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，不施恩德，与佛有缘。所以要懂这个道理，你用这种态度善巧方便济民众生，教化众生，一切众生都欢喜。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。对于任何族群、任何宗教、任何学派，我们真诚不敬，效法普贤菩萨，礼敬赞叹供养，这是跟他结的有缘。到自己将来成佛，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。没有成道之前呢，心自发缘要结得广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。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，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善道。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，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，道理也在此地。只要他有一念恭敬，他明白觉悟了，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。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虑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意，最前方便度脱世人，于生死中速得解脱。何况闻诸善事，念念修行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这是地藏菩萨的承诺，我们在此地同心看到了诸佛菩萨对于众生的苦口婆心，一片慈悲眼，读了之后真诚恭敬之心自然就升起来。一念恭敬，这是最少的善根啊！一念恭敬，菩萨也不舍弃，他也用百千方便度脱世人，也来帮助他。换句话说，除非他没有发这个善念，在佛法里只一念，很微弱的这么一个善念，我们想想有好感，我们就要帮助他进门，接引他入门，帮助他成就他。何况有一个人他闻诸善思，这个善思是佛法，念念能够如法的修行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这个一句话，菩萨说的等于诸佛说的没有两样。修行在哪里修呢？这要记住，念念修行，念念觉而不迷，念念正而不邪，念念静而不染。或者再说得简单明白一点，念念阿弥陀，那你就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。千万不要搞别的念头啊，别的念头坏了，那就是坠落啊。念念阿弥陀，别人起什么念我们不去管，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啊。我自己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明白了，就得念念阿弥陀，这一生决定不空过，决定成就无上道。经常讲的清清楚楚，
即使是凡圣同居徒下品下生，也与严正三不配。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更稳当更快速呢？修行起来更方便。这个法门真方便，行住坐卧只要念念阿弥陀就行了，不需要一切的行事。这个方便啊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处所，全都不碍事。真是这个法门事事无碍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。南无地藏王菩萨。